好啦，无咱就开始啦吼。诚多谢，我是这个花边社文创设计的吴秋林，我的本名叫花边社，我的本名叫叶伯祥，我是这个前台湾日报的这个总书记，还只能用花边社吼，写一个叫观察站的专栏，较捌伫这个中天阮阿兄的节目吼，有一个带状的广播节目，也平面时事。还有个出名叫花边社事件，所以就一直用到即阵。来遮开吼，就是讲即个白沙吼，是即个天龙国内底的即个蓝营的蓝营。即吼，即几工投票吼，哇，我投开票所拢70%拢支持朱立伦，甲宋楚瑜。我一个朋友伫即个万丰医院遐开一间咖啡厅。讲开票了吼，一礼拜内底啦，拢无人要出来消费，迄个泛蓝的选民讲热大吼，拢歹出门。迄个月全，迄礼拜全拢无啥物。我来遮开，若是有伫迄民众吼，来遮看咧。我讲叫来内底坐啦，讲伊吼，你们这个有点毒咧。我是统派，所以我看不要了呢。所以吼，大家开是讲，总是爱条件无可能的代志吼啊。但是有当时咱也是作失望的，因为我是拢无想要迄个共迄款打料吼。但是我来遮开啊开幕迄工吼，咱伫电影内底有一个做林元贵嘛。特别诶，青草地，迄足够分量诶。讲你穿体好啊，我甲你摕去迄民进党诶市馆，迄绝对吼，甲你送迄个回扣来。结果吼，我才摕三张下伊，听讲只毋三呀四个市馆嘛吼。即工就拢无送来，所以就可能讲咱花边所可能还阁无够用一款。但是我伫遮即个目的，也是讲即陈义贤祭奠吼。啊，拜个咱要办活动吼，啊，看会当鼓动这个风潮啊，所以当然是真艰苦啦。但是这是无人要做的代志，咱来做啊。你若讲正出版社好经营，还是讲迄东华杂志好办吼，我看一大堆人去办啊，靠咱轮着咱办，像这共款啦。咱伫遮开册店吼，这若讲足好个行业吼，哇，我看一大堆人拢去做啊，就是拢无人要做，包括遐公职人员、遐主管作者，伊也无愿意做这吼，所以咱就自告奋勇来做一件代志。当然这个台湾也是还阁一个足济之类个王啊，包括顶悬了我遐用用嘛话吼，一张是迄、那个讲啥物人来管拢共款，迄个食话迄猪啊吼，拢食迄乌路肥个吼，啥物人来管拢共款。另外一张是讲迄个玉山的装图吼，迄是咧苏炳新老师，迄那是有够爱咱台湾的啊。2008年吼，家己出钱啊，吼，讲叫王明哲老师写一首歌啦，我去制作吼，开了袂少钱。结果迄个社中庭的竞选总部讲，林春吼，无爱接悲情的歌，伊也做风中的最好的。好苗啊！好，袂使啊！即种个伤过消极，即伤过悲情。我安尼本来讲看会当送一撮即个 CD 吼，去面膜，颠倒无爱，连要该收都不爱该收。所以有当时讲，咱要为台湾做代志，可能是爱不计迄个吼，迄个报酬，是讲无论安怎，家己啊做，啊会当对得起家己个良心，安尼就好啊。另外这个王啊，就这个啦。我是来讲吼，台湾哦，拢好加在有出这个王啊。迄若毋是遮坚持落去吼，老实讲，台湾今仔讲吼，啊，佫有这个吼，这个生机吼，转机，这位对啦，这毋是讲，这个你来遮啦，这个肖小玲老师啦吼。今天连坐会，因为是音乐老师，他音乐哦，好像下场都不怎么样，好。我甲你讲，这王明哲老师，我是来做钦佩，就是讲
迄吼，我若会讲，今日讲会来才开这条，你若是受过伊的这精神吼，甲我鼓舞啦，讲，伊吼，我知影就讲为着这个台湾吼，一片土地，啊为着这个咱台湾歌吼，吼，安尼拍拼啊是来讲，若讲较歹听，讲弃儿自杀，蛮真正嘞。迄吼，迄个走吼，比我搁较好一撮，我上解无吼，家庭啊搁维持住的吼。但是就是咱要参加这个台湾这个运动吼，当时啊迄个拢啊受着一种的迄款打击啊，这个挫折啊，但是都要硬出去个。我感觉即届咱有法度名扬得名，这个选票才认真，这不是讲林志龙厉害，新潮流厉害，什么的，迄是咱台湾人吼共同的一个觉醒吼，咱的这个自觉啊，敢有法度组成这种？迄老实讲啦，你民进党无伫咧吼，你换台联出来选，我看差不多安尼啦。都迄、那个到这个时机吼，台湾人都有觉醒有法度啊，所以吼一届安尼吼，我感觉讲真高兴啦吼，就是讲这个。王明志老师吼，伫咱个身躯边啊，像我呢吼，啊常常较少讲啊来遮办一场个演唱会吼。我其实我也心淡，伊但我讲这唔有人会来无，遮尔远吼。好到真也是阿哥吼，即个朋友。为美国来个呢？所以我会感觉讲，咱也无需要迄款，咱会使阁再接再厉啊。我感觉讲，那我的立场，我是要以这个王明志老师哈，为我的学习的这个对象。我想要若要出一个这个艺术设计哈，咱台湾代表性的人物哈，我就定在讲这这个王明志老师、肖雄老师，还是李川信老师，这样在哦，这其实拢是艺术设计，我都代表咱台湾人哈，发声的这个观念，所以我是。今日吼，真多谢啊！我要甲各位讲讲，伫台湾啊，好佳哉吼，真正有即阵吼，包括甲我讲的这个苏炳喜老师、王明哲老师吼，因咧一直拍拼到即阵，我感觉讲吼，我做一个这个新闻工作者，或者义务吼，来做这个记录吼，做一个这个艺术设计台湾代表性人物吼。虽然讲这网络作者啊，我也是一个坚持吼，这个纸本出版吼，我也出版，啊，这是小公子呀，多谢你今日来，来听恁妈妈演讲啊，听这个王明哲老师，我为了卖讲伤济，我当时摕着只麦克风来想要讲，我是鼓励这个王明哲吼，佫讲较济点吼，因为咱这就是讲后摆要甲做记录吼。看我都出一下气吼，好，咱阵把这个麦克风交王明哲老师。